高智商理工男，而记者请翟天临现场表演几句台词，翟天临回答则很蹩脚，而他也不考高考的数学成绩仅仅才19分。那么一个糟心的春节，那么他呢给人的这个感觉一直是一个学霸的人设。那么2019年1月31号呢，翟天临本人在微博晒出了北京大学博士后录用通知书，众网民惊呆，原来再无不利溢美之词。比如说有人就在朋友圈发送道，翟天临博士在北大的授课非常的精彩，面对一群北大 MBA， 翟天临博士实力言传身教，从最基础的自我介绍到两人见面演绎，课堂上基本都知道的知网。而直播中翟天临被一名网友询问博士论文能否在知网上搜到，他竟然皱着眉头反问，这个知网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么知网呢，